虽然那个时候是刘瑞起步，今天是这个我就真的演了哈，延伸出现。一样的日子，一样的我和你。真的，我要喝彩！还好没有再继续。苏姐的歌声、笃林的舞姿，还有他们两个之间的情谊。真的很难得，十年了，真的很高兴能够看到这个何笃林，现在真是多才多艺哦。谢谢谢谢。哎，那个时候真的是觉得这个男孩子哦太耀眼，而且跳的实在太棒了。不是，这个舞也蛮简单的嘛，也不是吗？来来来，跳一下，我再唱一次来。苏姐委屈你一下哈。一样的笑容，温州的泪水。
拒绝接受。I don't wanna say goodbye， 等我任意去兜风，青春只剩几分钟。I don't wanna say goodbye， 任何时候都让我去努力追求。林振阳，你让我孤孤单单，我对你真心真爱，为什么匆匆忙忙今天每一个音乐世界的成员呢，我刚刚在旁边看的真是不得了，男的是温文儒雅，女的是雍容华贵，如仙女下凡。哎呦，而且这个衣服啊，大家都没有约好啊，穿的大概都差不多。嗯，没办法，一到这个步骤里头，每个人都要穿的非常有气质。是，一开始呢，看着个人吹奏乐器啊，都学习的非常的好，这次演的最像。什么嘛，真的是有的。不过这次我们不是讲乐器了，因为前讲次几次都讲乐器，是是是，太频繁，我们这次换一下口味。换什么？你觉得？换跟我们大家都有切身的关系的事情，是叫做电影。电影，嗯，一看各位的脸色就知道了。啊，没有拍过电影，也看过电影。你拍过吗？好，我们就要谈电影的主题曲。那既然要谈电影，我希望有对抗的性质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那是你自己找不好看哦。哎呦，你是要怎么对？你是要怎么对？男生对女生对就分这样子啊，好不好？这样死得更惨哦。那没关系啊，一定要这样壁垒分明吗？来嘛。好，美女归我这边。来，俊男归我这边。好，美女都过来了。哎，我们这个四大帅哥对四大美女。嗯。这样子，你就要这样比的是吧？对对对对。好好，你开始要怎么比？好，第一个阶段我们谈谈以前常常看到的叫做歌舞片的时代。好，歌舞片。我们第一个推出的叫做温兆伦先生。好好好好，谢谢。温兆伦先生。歌舞片我看了很多，不过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就是其中有一部的那个主题歌叫 Singing in the Rain。 Singing in the Rain， 我觉得你当 DJ 啊什么，出两张国语专辑啊都很有权，你凭什么讲这歌舞片呢？你就是一个观众对不对？除了唱歌以外，其实我也是一个很普通的观众。 对， 对， 对。 那你要唱这个好，我试试看。好好， Singing in the Rain。 下雨哦。 OK， Singing in the Rain， 下雨哦。 I'm singing in the rainJust singing in the rain. What a glorious feeling. I'm happy again. I'm flying a cloud. And the stars above.
I sing, just sing in the rain. 温度实在很低，你看雨下下来都变成冰条了。不能，你这样站着。我站在里面。你这样像什么吗？啊，像我们那个台湾的布袋戏里面那个钟店啊，你。阿哥是没话说，可是问题是说，他在这个地方没办法说。没话说，对不对？永远是你唱的那么好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他跟这个电影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一点都不知道。因为歌迷对我的感觉，我永远是属于我的歌迷。不对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应该推一个代表出来，是跟那个电影起码有很直接、很重要的关系的。不是他，你刚刚问话，他回答话，我有点搞不懂。就是跟他唱片有关系嘛？哎，永远是你嘛。那因为呢，我对那个舞台剧。啊，没有认识，我看了很多。没关系，下去我去看的时候带你一起去。对，所以永远都是我自己，我喜欢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哎，那《Singing in the Rain》是我最爱的歌。哦。那我就喜欢唱，我就唱了。谢谢。就这样子了。唱的真的是很好，不过是代表性有点。你们我们推我们的乐坛的大姐出来。好。苏芮姐。请。好。你一看她，觉得她像什么？像什么？他就像讲座，对不对？然后他有一首非常非常重要的歌曲。你不要吓我。对呀、啊，浑身都是讲座。那个电影，只要不是因为苏姐唱那一首歌，绝对不可能会这么的轰动。是哪个电影？那不一定了，就是搭错车这个电影。啊、是。好，那今天就是他个人表演吗？啊，不是，我们不会这样草率的，随便唱一唱。不对啊，那么好的歌星，对不对？一定要搭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舞者。还有一部车了。不要车！我们有一位啊，当年的那个十年前，真的是这个乳臭未干的啊。当年是乳臭未干哦，现在不一样哦。是哪一位？变成大家的梦中情人哦，何笃霖。哎呦，何笃霖！哎呦。青姐你好，鹏哥你好，是何笃霖，最近不容易、啊。最近听说已经这个半退休了的。啊，没有，为什么没有？不是开店了吗？开店哪有半退休？那飞哥不是老早就已经退到不知道哪里去了？不是你讲的、哦，开什么店呢？开什么店？我自己开一个二手衣服的店。地址千万不能讲。好，那你跟这大错车有什么关系呢？哎，我想我今天来啊，最高兴就是恭喜苏芮苏姐啊，她出专辑十年。那苏姐在十年之前她出的第一张专辑呢，跟我就非常有关系。什么关系？啊，那个时候我非常荣幸，苏姐她唱第一张专辑《搭错车》这个主题曲《一样的夜光》。对。然后那个时候我担任这个电影里面舞者的工作。真的？那个时候我自己在唱这主题曲，我觉得那个舞台上那个男孩怎么那么耀眼？他那个时候全身都涂这个。对，那个时候是好像有一点。有一点像是半人半兽这样子的一种神话打扮。我们那时候只有穿一个丁字裤了。哎呦，太好了！那现在要不要？今天要不要？没有。然后全身涂抹这个咖啡色的这个粉底，然后打上金粉，这样。哎，我有印象。做这个妆。来，讲，赶快来回味一下，光化妆一下，好不好？回味一下啊。外套要不要脱一下？来，那个衬衫就脱下来吧。虽然那个时候是刘瑞起步，今天是这个我就真的演了哈，延伸出现。一样的笑容，一样的泪水，再关一样的日子，一样的我和你。我要喝彩！还好没有再继续唱。苏姐的歌声、笃霖的舞姿，还有他们两个之间的情谊，真的很难得。十年了，真的很高兴能够看到这个何笃霖，现在真是多才多艺哦。谢谢。哎，那个时候真的是觉得这个男孩子哦太耀眼，而且跳得实在太棒了。不是，这个舞也蛮简单的嘛，也不是吗？来，跳一下，我再唱一次来。苏姐委屈你一下哈。一样的笑容，温正。泪水，一样的日子，一样的我和你。冲进了！
就更不得了了。这个舞姿里面都有号码的。我看到不光是脚抽筋，连头的筋都现出来了。好，这个里面厉害。我们不要继续下去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接下来，刚刚互相折磨。再换一个，刚刚办公腿的是谁？谢谢苏姐，哎，谢谢，跑掉，谢谢，跑掉，谢谢，就是你，就是。哎，他。啊，他干嘛？小马弯腰更快。我腰比较短一点。你要来弯一下吗？没有，我要介绍一下最近的电影的新的趋势。怎么样？就是很就常常会在电影里面老歌新唱。慢慢的，别急啊。老歌就是旧的歌，然后把它翻出来再重唱，放在新的电影里，用在新的电影的主题曲。真的很多，好像对，滴流感生死恋哈，像现在。最近的比较最有名就是 Bodyguard， 就是终极保镖。对，那边里面那首 Queen 那首歌，对 ，I Will Always Love You， 那歌就非常的，就是以前的歌，然后就非常的有名。好，还有呢？还有呢？还有就是直到永远，还有 Always， 然后 Smoke Is in Your Eyes 那歌也是以前非常有名。像还有麻雀变凤凰讲的吗？今天这当然是要唱啦，对嘛？唱了，马上唱。多像，比方说像那个 Bodyguard 终极保镖那个主题曲，那Queen 就是这样唱，他唱歌的时候嘴巴还会动。嘴巴有人唱歌嘴巴不动了吗？不行，动得很奇怪。And I 等一下，这里麦克风不能拿那么近的，看不到你嘴型。预备起。And I 抗议！Whitney Houston 哪有唱的那么难看呢、啊？对不对？哪这么难看？他是这样子的意思，对，是这样子的意思。就唱这样了。对，就唱这样子。还有下一首。那领不到钱啊？还有下一首。对，好，那个 Always， 对，Always 那歌叫 Smoke Is in Your Eyes， 非常的好听，也很难唱。对，我知道，所以才找你来唱。Smoke Is in Your Eyes。哎呀，听到没有？基本上张雨生的嘴巴就是个乐器，可是就这样一句了，对，就是最重要的那一句唱出来的。好了，我们宽容大量，就让我们过去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要推一个代表出来，来，方美女过来一下。我想不止西洋片哦，老歌新唱，中文片也是很多，像前阵子周润发跟钟楚红的《伴我闯天涯》，有一首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，对，还有这一阵子《风尘三侠》梁家辉的。有一首说不出的快活，你也会唱吗？原来女生也是来说而已啊。什么？要唱，虽然那首歌不是我的年代，但是我有听过。那是我们的年代的。是你的年，有点跳进。对。来，说不出的快活啊。加加加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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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加波，一定要我说。也不过模模糊糊、迷迷惑惑、假假模，还是别管我，也可以免得讨厌、免得啰嗦、假假模。好，不要唱这么多给他们听，你唱这么少，就是啊，怎么样？是啊，也没有多少啊，多很多句啊。好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再来，我们再来。暂时2-0领先。来，我们殷先生。歌王讲到电影哦，我就直接觉得摇头了。我实在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没有，我实在是很爱看电影。来，你挑一首歌。哦，像我们很典型的就是那个莎士比亚的这个剧作改编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，是大家可能都很熟的是《A Time for Us》。对。可是事实上呢，在电影里面啊，不是那个《A Time for Us》，不是这个。它歌词是 ：What is a youth, impetuous fire? What is a maid?Eyes and desire, the world's a rose will bloom, it then will fade. So dark's youth, so dark's the fairest maid. 不要再唱了。不想活了，好可怜啊！不要再唱，谢谢，难怪你会失恋啊！赶快换一下，快换一下气氛，我们请另外一位美女杨琳来。哇哦！我们这一位不得了，我们干脆就把电影的主角请来了。谁呀？对，看他像不像梦露？你看他的妩媚，妩媚玛丽莲梦露，他的身段，
哇，还有他的歌声比那个马小姐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好，今天我们只要看他美丽的样子。好，他就摆梦露的 pose。对，那什么歌呢？大江东去，好不好？哎，你要不要划船？这样子，大江东去有一个很有名，在河流里面啊，有个竹筏，你就站在旁边。那我要干嘛？你是当什么？我当男主角。你当男？那当然了。你只要摆出你那个迷人的 pose 就好了。那何笃林来演那个竹筏。老师，谢谢。你演竹筏，你就专门唱啊，来。一直要。我要怎么样？你看那裙子被风吹起来那种感觉。Sometimes it's peaceful and sometimes wild and free. OK， 好了，你再滑下去。腰都要扭到，就是啊。好，今天对抗算是告一个段落了。嗯，我们是大赢，你们大赢特赢。我觉得这个男女生啊都差不多了，各有各的特色了。什么？我们还是赢的。但是最后这样子，最后男生女生队啊各自挑一首觉得很好的歌曲，我知道。我觉得现在那个电影的趋势就是文艺片。文艺片。我想只要拍一个文艺片，找我们来演这种卡司，然后我们再唱一个主题曲，我们一直老歌新唱，好不好？那一定不得了。对，我觉得现在流行的这种阳刚味道很重的，对对对对，我们五个来演那就不得了，武打片，大卡司，一个演皇帝，对不对？好，老师，谢谢。I love you, I love you, I love you.